曹锡平发文抛出望车窗外的无言照，听闻普悠玛出轨意外让他好惊讶。八月底才搭过，回想当时经验，列车剧烈摇晃，根本无法入睡。本来要出席公开活动的蔡依林也临时取消了。方临时通知，因应普悠玛列车事故深感遗憾，希望能聚焦在受伤民众上，活动将延期举行。不过依然参与公益活动的黄小柔看到意外发生相当痛心，只能祷告啊，希望他们都平安没事，都算是非常稳定的。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意外也让人蛮惊讶的啦。列车事发当下心情相当沉重，黄小柔正在顾三个宝贝，要大家有力出力，能去捐血救人。二十一号发生普悠玛翻车，艺人孙协志、吴康仁、李千娜祈求大家平安，向辛苦救灾的人员致敬，替伤者祈福，加油打气。记者潘丽勇、林玉涵台报道。